大家好啊！華記9月16日報道啊，今日咧就話剝口罩好激氣啊，要啡一啡咧呢一個英國呢一班政棍咧，借助英女王嘅逝世咧就玩嘢，就一啖砂糖一啖屎。咁呢班友係點樣咧？咁啊，英女王死咗咧，就邀請咧就各國嘅元首。咁咧就喺西敏寺嗰度咧，就見到美媒就講咧拒絕中國官員咧就進入西敏寺。因為呢就為了制裁我們中國在新疆上面的人權狀況，即是拿來死人派對都玩嘢啦，有乜理由英女王死又扯上了政治這些議題，一邊呢就邀請我們習主席出席，另一邊呢就來了英國之後就拒絕我們進入西敏寺，那你真是明玩嘢啫。咁我哋老虎都唔會搭習主席身嬌肉貴，一定唔會去㗎啦。咁啊睇到報道呢就黃岐山就會去嘅。喂，我覺得呢你呢啲死人派對連死咗個英女王啲政棍都攞嚟玩嘢嘅，你係唔尊重個死者喎，你係失禮自己嘅國家喎。喂，我哋中國大方有乜所謂啫，派人去係咪先。但係問題就係你哋英國仲有一個保安問題，就嗌曬啲元首坐旅遊巴，但係呢拜登呢就施火嘢可以坐防彈車。喂，會唔會有一個飛彈係中東嘅或者啲恐怖組織嘅射去呢一個西敏寺，你哋舉辦喪禮嗰日咪全世界元首瓜老襯。喂，我哋習主席身嬌肉貴，老虎都唔去呀，唔係講笑呀，你哋呢啲死人 party 係咪，即係英國呢失禮呀，人哋俾面就出席係咪，山長水遠又疫情，我現在很想參加你的死人派對，即我想跟大家說，即你說一個國家元首給面派對，國與國之間呢就表面上你都要和諧共處，但是問題是你邀請我來不讓我走進去西敏寺，大佬那你真是明玩嘢啫，即還在擺官威啫，死了個英女王是吧，你會不會是政治上頭呢，這班英國政棍。即係我哋就唔好講我哋香港嗰啲人點樣排長龍打蛇餅去呢個英國領事館獻花，呢啲嘢已經唔講㗎啦嚇，分分鐘有糧出嘅，同埋分分鐘係明玩嘢。啲黃絲，我係黃絲嚟吹啊！咁我而家咧就嚟無聲的抗議，即係我哋呢啲排除曬。但係去到國際層面，你英國而家你請我哋去呢個死人派對喎，唔係我哋話嚟嘅喎，大佬，你係出邀請函請我哋啲國家領導人去嘅喎。跟住而家你又爆出嚟話唔俾我哋入西敏寺喎，咁你即係奚落我哋啫係嘛？即係所以呢一單嘢咧，我哋要睇下偉大嘅祖國嘅外交部咧點樣處理。即係睇完又好激氣咯，即係明玩嘢啲英國佬，咁啲黃絲好開心嘅嚇。好啦，我哋今日就唔高講佢啦，今日講咗咁多先，直播再講。好，我係司徒，我係 Annie。呢個禮拜日我哋介紹呢個中山遠洋繁花里最新嘅一 B 期啊，個名叫做江聯喎。嗯，冇錯啦，呢個繁花里咧，之前我哋公司做咗好多啦，反應都非常之熱烈啦。之前嘅二 A 期咧已經全部售罄啦，所以今次咧隆重介紹呢個一 B 期俾大家。呢個一 B 期有咩好處呢？第一啦，有呢個光景啦，呢個光景咧非常之開揚，加埋前面一個別墅群啦，仲有樓下有商店街啊，食嘢買嘢非常之方便啦，司徒山。而且呢個樓盤咧最近可以做到呢個按揭喎，係咪啊，司徒山？係啦，呢個樓盤咧最近咧就可以做呢個中國銀行直貸啊，首付只不過係俾20%啫，即係話100,000你可以做業主啦，價錢就非常之優惠啊。89平方都講緊係850,000左右啫，係啊，咁啊，仲係精裝單位係嘛？三房兩廁精裝修，係啊，價錢非常之筍。係啊，而且呢個樓盤咧亦都有呢個港珠澳大橋嘅大巴啦，同埋有啲巴士去呢個中山市中心、珠海市中心等等嘅，所以非常之吸引啊！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歡迎今個禮拜星期日接咧嚟做我哋嘅現場觀眾。下面就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熱線，千祈唔好錯過啊！到時見，到時見，拜拜，拜拜。